花68块钱买了点这个小河蟹，今天刚刚寄到。这小螃蟹跑得太厉害了，找了一个大盖子把它盖住去，要不老往外跑。用这个小毛蟹，今天做一个香辣蟹，先把这个辅料准备一下。准备点这个芹菜段，还有洋葱，还剩了一根尖椒，把它炒进去。切点这个姜蒜片，炝锅用。准备点干辣椒段。多少油，把这个螃蟹炸一下，把这个发财蟹清洗一下，脏了，你看，你看这水，慢着，哇，好快，哎，装，那边还有一个，你们到来装了别谁吧。脏了，这也跟着倒台。他挺厉害。油热以后，把这个发财蟹炸一下。锅里边做底油，然后放点这个麻椒粒儿。麻椒粒炸香了以后，把这个干辣椒炒一下，还有葱姜蒜。干辣椒炒香以后，放郫县豆瓣酱，把这个炒成红油，再加入点香辣酱，炒香以后把这个辅料放进去，这个尖椒，调点鲜盐，加点胡椒粉，加入点白糖，把这炸好的这发财蟹倒进去，撒点孜然，再撒点芝麻，还用烤肉啊，直接不打。我也不知道咋烤。不打不打腿，不打不打花。把这杠。
嘎嘎掀开了，里边估计有点东西。干干干，把这塞，这塞，把这塞扣了。手抓起来，然后都嚼嚼，都都弄那塞嘴里边嚼起来，能咬的，没东西。这个都是不大味儿的，看那个。这个嚼着能产生什么？不大不大这腿嘛，还有点肉丝的。嗯。有力不嘞？这人还能把人记着，没个肉啊！哎，不过肉也我。小龙虾倒了一个哈，嗯，小龙虾好歹还有点肉是吧？这都吃的不大这味儿的。嗯，买回来是死的？活的。买回来活的？嗯。啊？然后死一个没完。上面溜了，这外也长一杠。下光了好像是。那都是活的。就是吃这个黄，吃这个黄，别玩也没有。凉。嗯。那时候给你嗑嗑瓜子儿，仨人在一起，哎呀也。哎。啊。光。搞大去。没没事，腿都自己。嗯。这小螃蟹没什么肉，就是吃个味儿。然后嘴好了。